捉你先打呼，三天猫功夫，子弹全交谁先生死未卜，黑框眼睛嫉妒，下探不穿西服，动作不含糊，十面埋伏，那要飞鸽传书，出门别曾西顾，愿赌酒愿服输，这里没门户，没禁书，说话没有江湖，表情别像本部，不懂人间沿途，就会要严肃，真是要哭，面不笑心中输，大英雄不江湖，依旧让你模糊，劝你不能马虎，不必问我出处，小人物别不服，一拳要你晕乎，打垮你八卦图，分江你夜明珠，舒服的吗？还是我帮你看看好了。哎，不用了，给你看，你会看吗？我还是给医生看吧。医生，那我怎么样 ？X 光跟断层扫描都没有发现问题。那他身上光点怎么回事？没有，我身上光点怎么回事？放心啦，没事啊，你的身体好的跟牛一样啊。那有没有需要吃药或打针啊？可是我很怕打针呢，那打针会不会好比较快？哎呦。没事，你还希望有事啊？哦，那没事最好。欸，医生，告辞啊！哎，我送你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会走。你什么？再去其他的摊位试试。不用试了，接连几个摆摊的都不肯卖给咱们东西，说明这个地方根本就不认识咱们山上的爷爷。哼，这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啊。大哥，咱不会饿死在这儿吧？现在也只能靠着龙门玉佩了，说不定能够通过他找到红溪洞，也能找到咱们回到明朝的方法。走。
线索啊，小东哥今天肚子很饿啊。你也知道，最近侦探社没有什么案子，钱都已经花光了。我知道，所以那份早餐是我特别买给你的。我的在这里。慕寒，喏，这是你的咖啡。慕寒最好了。小时候很傻，以为超人是真的。不过你到底为什么会知道啊？洪小东，我来了。不能被别人当成无脑的女生。你干嘛？你想要被告性骚扰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贤婷姐，小东哥怪怪的。你昨天胡说八道，监换吃错药了。是真的，我可以得到他的心声。为什么？洪小东，小东哥，洪七东，谁在外面鬼吼鬼叫的？啊！洪仔，什么？不开，把他吼！队长彭泽，须臾啸天，此乃朝廷重犯，尔等闪开！这，你们是古装戏看太多是不是？啊？赶快跟我们走，这次看你往哪跑！不要以为你改了装束我就认不出你来了，洪西东，谁是洪西东？你们是？大人请放心，我锦衣卫不辱使命，誓死夺回九转夜明珠。你们真的是明朝人？锦衣卫？废话，快快交出夜明珠。还有，想必你一定知道回去的路，快快告知。
回去拿，我家就在这儿。穆西东，你盗取镇国至宝九转夜明珠，还敢抵赖？九转夜明珠，小天，莫要跟他废话，带他回去见皇上。走。哎，别看别看，九转夜明珠是吧？这么重要的珠子，怎么可能放在身上呢？我放在里面。来，我带你们进去拿。啊，想起来了，来，进去，快点。快，走，在里面，走，在这里吧，就是这儿，有，来，就在里面的，在哪呢？对，来，跟我，这儿，我记得就在这，我找一下，啊，在这里好像，哎，不是在这啊，有没有在这里啊？我看一下，哎呀，啊，年纪大都忘了放哪里，哎，好像在这。哎，过来，这，哎，不要乱动啊，小心，会受伤的。这边，啊，想起来了，哎，在这，看，哎，过来，别再摸了，快点，哎，这，啊，要吃东西，待会找到再吃嘛，快，我告诉你在哪里，哎，不是在这，啊，在这里，哎，你们赶快过来找找看，是不是有你们要找的夜明珠啊？快点，啊，快点看一下嘛，帮我看一下，哎，对，就是那些酒，那瓶瓶罐罐后面不是这瓶。车嘞，啊，完了啦！哎呦，大哥，我觉得这不是故意迟到，我出门穿错裤子，所以回去换。就是说，哎，他人嘞？好险！这谁的？不管，好险。就不在看起来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轻功哦。哇塞！哎，洪小东，你怎么惹到这两个人的？我说追啊，谁准你上我们车的？他们好厉害哦。小东哥，谁是洪西东啊？对啊，什么是九转夜明珠啊？还什么谋反？还说什么要见皇上？怎么办？我要开去哪啊？当然是去找杨董跟小三啦。那后面两个人怎么办？都怪洪小东啦！你去弄他们干嘛啦？好啊，别吵啊！先去抓紧现场。我们这边是快没钱，这边案子钱很多，一定要赚到。对，这笔酬劳超高的，但后面那两个怪人到底怎么办啊？他们没追来，放心。如果他们追来的话，交给我。Go。好。大哥，他们的坐骑跑太快了，咱追不上啊！他们的坐骑。小弟，你看。要争你的坐骑，你什么朝廷啊？你想被猪走族吗？哎，你神经病哎！啊！嘿，大胆昏人，竟敢藐视我大明王朝爷位，我杀了你！小弟，啊，走他！驾！驾！
自如，趴在屋顶的中国，在太阳下耍耍酷，用蜻蜓点水琥珀，蚊子狮子想哭，不管你是猴鸡狗猪，大英雄不让你飞出，麻瓜不练马步，打坐你先打呼，三脚猫功夫，子弹全交谁先身是威武，黑框眼睛嫉妒，下探不穿西服，动作不含糊，十面埋伏，那要飞个传输，出门别讲西部。凯撒，哎，小东啊，哎，有两个穿着古装的过来，在街上乱跑啊。小姑娘，这红贼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啊？千万不能被奸人所骗。哪有啊，我最讨厌说谎的人了。喂喂，很危险，我拜托你大家再不要动啊。啊，不然你们可以问可尚啊，我跟他当警察可是当差当了五年呢。警察、啊、就是捕快。没错，就是捕快啊。对，小怪要过来啊！你是捕快？怎样？看起来不像吗？快快到来！此地到底是何方？这里是海滨城啊！你们是船来的？啊，船来的？此话怎讲？就是穿越啊！穿越？什么意思？中国有唐宋元明清，你们是从哪个朝代穿来的？什么哪个朝代呀、啊？我们乃大明王朝锦衣卫是也，尔等休要胡言乱语。等等，你刚刚说的明清什么意思？就是唐朝之后就是宋朝，宋朝之后就元朝，然后就明朝跟清朝喽。胡说！明朝之后还有清朝？你这个妖女，显婷姐说的是真的，历史课本上有写，我历史都考100分。危险危险！历史课100分？你们这帮怪人，休要蒙蔽我跟彭大哥！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敢胡说，我就地正法了你们。是真的啦，不然我问你们，你们的皇上是不是朱元璋啊？大胆！竟敢直呼太祖名讳，砍刀！小姐，所以你们真的是古代人啊？那我怎么跟上面交代啊？上面？不是那个上面啊，是我主管。我是主管，就是捕头。昨天用霹雳雷火弹袭击我二人的，就是你们的捕头。谁叫你们两个昨天那么奇怪啊？所以你们真的会武功啊？我得懂。小姑娘，我叫莫寒，这是显婷姐，这是小东哥，这位不重要。喂，不要再跟陌生人讲话了好吗？哎。他以前真的是捕快啊，你们误会了。大哥，这帮浑人肯定是骗咱们的，瞧我的。浑人，我问你，世上怎能有长相如此相像的人？
啊？洪文玉佩的指引绝对不会有错，主上将玉佩交给我，用于寻找九转夜明珠。只要玉佩遇到夜明珠，就会发光。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听他们两个讲话，倒跟电视上的古装剧真的有像哎。但是你们怎么会骑车啊？哼，雕虫小技。